全國人大會議開幕，李強發表政府工作報告。預期今年經濟增長目標。話要繼續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23條立法諮詢收到超過13000份意見書，李家超話正係檢視點樣融入實際條文。歡迎收睇呢段新聞。14屆全國人大2次會議喺北京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強發表任內首份政府工作報告。預期今年經濟增長目標5%左右，着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全面提升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加大吸引外資力度，擴大內需以及保就業。而在港澳台方面，繼續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本港有分析認為報告穩扎穩打，我哋先睇下報告關於經濟嘅展望。14屆全國人大2次會議喺北京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強在新一份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今年發展面臨環境仍然是戰略機遇和風險並存，有利條件強於不利因素，要堅持做好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充分準備。各位代表，今年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左右，城鎮新增就業12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李强话：预期目标已经综合考虑国内外形势同埋各方面因素，兼顾咗需要同埋可能，但系仍然需要政策聚焦发力，工作加倍努力。未来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同埋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嘅财政政策同埋稳健嘅货币政策。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一进促稳，先列后破。各地区各部门要督促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工作报告预期，内地今年赤字率预期3%，规模40600亿人民币，比上年年初预算增加1800亿人民币。並且計劃安排39000亿人民幣地方政府專項債，比去年增加1000亿人民幣。同時，為了系統解決重大項目建設的資金問題，今年開始計劃連續幾年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今年先發行10000亿元，要大力優化支出結構，強化國家重大戰略任務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李强又表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围绕发展大局，加强财政、货币和就业等政策协调配合，同时要各级政府习惯过紧日子，做到精打细算，切实将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用出实效。 Now TV 记者黄浩然报道。李强在工作报告提到，要着力扩大内需，包括鼓励和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并且推出多项措施保就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邓永林在北京报道。扩大内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动力。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经济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并存，要更好统筹消费和投资，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由智能家居、体育赛事、文娱旅游等入手，开展消费促进年活动，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
鼓励和推动消费品依旧换新，提振智能晚年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优化消费环境，推动商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改善生活需要。李强又表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采取更多为民生、暖民心的措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重点之一就是要保就业，督促并举稳就业、促增收，突出就业优先导向，加大促就业专项政策力度。预计今年高校毕业生超过1170万人，要强化促进青年就业政策举措，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农民工等群体就业工作，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努力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李强强调，要坚决纠正各类就业歧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完善劳资协调协商机制，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 Now TV 记者邓明林在北京报道。在港澳台的部分，李强说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方针，坚持依法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驻北京记者张文林报道。列席人大开幕礼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坐在主席台上。李强在工作报告当中回顾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向香港、澳门以及台湾民众表示衷心感谢，而展望未来，提出要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依法治港治澳，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原则，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针对台湾问题，李强就说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增进两岸同胞互助，同心共创民族复兴伟业。李强又说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经济发展优势地区更加好发挥高质量发展。 Now TV 驻北京记者张曼林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认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沿用一贯政策方向，未有太大的刺激经济措施。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仲未举行，通常就是由三中全会部署重大的经济发展战略同埋措施，因此即系话咧，现阶段咧，阿李强总理咧，只能用一个我所谓叫稳就稳打嗰个态度，或者方式嚟到处理呢个未来一段工作嘅工作部署。刘少佳估计，中央希望在目前严峻局面下，相信不会再搞大水漫灌，以免不利经济和产业转型。二十三条立法咨询期结束，政府收到超过13000份意见书，超过90%支持立法。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正是检视和总结收到的意见，如何融入实际条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批评美方对二十三条的言论是双循标准。由杨佩斯报道。二十三条立法咨询在上星期完结，连同之后收到超过340份邮寄意见书，政府一共收到13489份。保安局话，当中近99%的意见都是支持二十三条立法，少过1%是反对。来自反华组织、潜逃外地的通缉犯，或者是同国安案件被扣留在狱中，个名同署名相同的人。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正是检视和总结收到的意见。
看看我們怎樣落實我們一些政府的建議，以及收到回來一些意見呢，怎樣融合在實際我們一些條文裏面。所以政府的團隊呢正在是努力不懈，我是要求他們盡快做好，當政府的準備工作完成呢，我都希望盡快交給立法會去審議的。而我亦都是希望亦都相信呢，立法會呢亦都本住早一日完成立法就多一日，去維護我們國家安全。近日接连有人批评二十三条，包括美国驻港总领事梅如瑞。他早前说有美国企业因为香港网络安全问题转用即弃式电话。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批评他的言论是双重标准。非法窃听是美国的专长，他们甚至没有非法窃听一些外国的元首。如果这样说，在美国做生意的全部的美国人或者全部的生意人都要转用这些即弃式的电话呢？這個是不是又是雙重標準啊？你就可以全球監聽，非法地全球監聽，我們是根據法例保護自己香港安全，這個是天經地義的。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在網上公開有份處理他案件的司法和政府人員名單，鄧炳強說很有機會違反國安法。不單止可能是違法行為，也 是顯示到他那種卑劣，那種做人沒有人格的那種完全沒有底線的行為啊！我相信我哋香港人咧，都係引以為恥嘅，有啲咁嘅人，即係我哋講係貼地啲講呢啲咧，就係衰到冇朋友啊！立法會三個委員會星期三晏晝將會舉行聯席會議，討論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公眾諮詢。Now TV 記者楊培斯報道。休息翻嚟話其他消息。幾長時間的一個斷食最辛苦都會是頭三日。意外收穫是我的皮膚是好了，行兩步就已經見頭暈了。做一日的無水斷等於我們做七日的清水斷。二十日斷食不死算好彩啊！快活託成獻，今天只做一件事，今晚七點半 Feel TV。全線250間麥當勞宣布有好嘢 ，McCafe 全新厚椰奶鐵隆重登場，麥當勞 App 試飲價9.9咋。赢粒糖，输间床，仲以为好爽，爽啊！面皮还款少，以为系甜头，唔知背后狮子开大口，利息贵到攞命。面皮系糖衣陷阱，系时候醒醒，极台面皮糖衣陷阱，将卡数转去安信，俾还面皮悭98%利息。安信兄弟，明撑你，成功申请，准高达12,000元现金。有安信，一定悭。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咦，咩嚟噶？呢个系天然第一层乳脂精华，皇家美素佳怡，珍稀营养，无可比美，带嚟八大免疫成长优势，有助巩固宝宝肠道屏障，支持免疫防御，同时有助提升睡眠质素。皇家美素佳怡，天然第一层乳脂精华，铸造八大免疫成长优势。而 IKEA 精选货品低至50%，快啲嚟送货啦！适者生存，星期日晚10:30 ，Feel TV。珍珠肉啊，生蟹肉都可以做翻个汤汁出嚟，真系好食。将个羊架捆到佢好似个皇冠咁嘅，得啊！叉烧咧慢煮咗24小时，入口即溶，又好睇又好食，够睇头啦啩？好肥美喎，白白肉，哇！金黄色好靓喎，好鲜甜啊！准时开饭，今晚8:00 ，Feel TV。翻嚟新聞時間，中國今年軍費預算連續第二年增加7.2%。總理李強在政府工作報告話，要全面加強練兵備戰，加快實施國防發展重大工程，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同利益。由金以文報導。財政部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公布2024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指今年國防支出預算超過16,600億元人民幣，增幅同去年一樣，都是7.2%，是連續第三年超過7%，亦都是第九年維持單位數增長。總理李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話，
在新一年要貫徹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全面深入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打好實現建軍一百年奮鬥目標攻堅戰。過去一年，國防和軍隊建設取得新的成績和進步，新的一年要深入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貫徹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全面加強練兵備戰，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抓好軍隊建設"十四五"規劃執行，加快實施國防發展重大工程。李強同時強調，中國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中國願同國際社會一道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Now TV 記者金以文報導。菲律賓海岸防衛隊和中國海警船隻朝早在南海輕微碰撞，中方批評菲律賓船隻以不專業、危險的方式故意衝撞，向菲方提出嚴正交涉。菲律賓外交部就傳召中國駐菲大使館首席館員周志勇抗議，說不能夠接受中方的行為。由阮明珠報導。菲律賓海岸防衛隊發放片段見到，中國海警船左舷前方和菲律賓海岸防衛隊船隻右舷船身發生擦撞。菲律賓話，兩艘海岸防衛隊船隻禮拜二朝早在南海支援軍方執行輪換和補給任務期間遭中國海警船阻撓，批評中方的魯莽和危險行為導致兩船相撞，菲方船隻結構輕微受損。中國海警局新聞發言人說，菲律賓違背承諾，刻意派出兩艘海警船和兩艘運補船擅闖仁愛礁鄰近海域，向故意擱淺的軍艦運送物資，批評菲律賓船隻無視中方一再警告，違反國際海上被碰規則，以不專業、危險方式故意衝撞中方正常執法的海警船，導致發生輕微刮花。在北京，外交部向菲方提出嚴正交涉，表達強烈抗議，強調中國海警依法對菲方船隻採取必要管制措施，現場操作專業克制，合理合法。中方再次敦促菲方停止海上侵權挑釁，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海上局势复杂化的行动。另外，就菲律宾参议院日前通过海洋区域法案，将中菲有主权争议的黄岩岛等南海岛礁和相关海域划入菲律宾海洋区域。外交部批评菲方这样做，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严重侵犯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已經向菲方提出嚴正交涉。Now TV 記者袁明珠報導。翻嚟本港，下年度一人同四人家庭公屋入息限額將會凍結，其餘人數家庭大都上調幾百元，資產限額一律上調10%。一人同四人家庭公屋入息限額將分別維持在12,940元同30,950元。二人、三人和五人以上家庭入息限額大都上調幾百元，加幅0.9%至4.4%不等。加得最多是六人家庭，一共加1,890元，去到44,620元。最少是二人家庭，只是加180元。另外，全部家庭資產限額一律上調3%。房屋局話，經調整之後，大約有154,000個私人樓宇的住戶符合入息資格。又話檢討結果是根據行之有效的既定機制，已經考慮當下經濟狀況，凍結一人同四人家庭入息限額。檢討結果應該大眾會接受。休息翻嚟話其他消息。上件不好，同住更加难。你点解明明话夜翻又突然翻嚟啊？我点估到你喺屋企做啲咁嘅嘢啫？匪一般相处之道。点解几廿岁人仲留喺屋企咁寂寞咁 dry 啊？去游水啦。唔要，因为我一行开咗，你肯定就会同啲唔识嘅叔叔玩。
捆绑式关系，租约期限系一世。你点走都走唔出我嘅手指啦！德国宝马向五十周年智能家电家私橱柜呈现陌生人，今晚八点半 ，Feel TV。一份双职妈妈的坚持，加一份营养协同的突破，升级雀巢能因全护 Infinity Pro， 一加一配方无限无碍可能，独特双歧益生菌组合同六 HMO 相互升华，加配肠道免疫营养，进一步守护宝宝。雀巢能因双职全护一加一，养护头皮的天然食谱，发之食谱。Hair Recipe。Red Bull 送你一对嘢，唔想仔女念口网咁学英文，呢个拎得出街嘅网课平台，一 click 即 book， 有专属一对一外籍老师，网课快分钟，英文正靓，轻松就到。累积教授1.5亿课堂，我 number one 都拣，跟我登记 five one talk 啦。上网买医保，咁边个帮我 claim 钱？放心，煲泰有人帮你跟进。哇！煲泰索偿服务顾问，一对一直接同你倾。出入院全程跟进 ，claim 成点随时 check 到，未使 claim 钱，仲帮你解决保险疑问。哇，唔使再烦保险嘢啦！呵呵，煲泰自愿医保，有人帮，冇人 sell。立即上煲泰报价啦！食得怪先好嗌，今晚11点 ，Feel TV。翻嚟新闻时间，黎智英国安案续审，前苹果日报主笔杨清奇继续作供，话黎智英要求自己揾资料俾佢写稿，并且会以佢专栏嘅观点作为日报论坛版嘅方针，所以2019年拣文章嘅时候，会以鼓励市民示威为主题。由梁柏希报道。黎智英由囚车押送到西九龙裁判法院，控方继续盘问杨清奇。控方展示2020年5月尾 WhatsApp 对话记录，当中黎智英因应杨清奇为佢嘅 Twitter 账户公告，提出每个月俾10,000元报酬。杨清奇话黎智英最后冇俾报酬，又话无论佢有冇俾钱，自己都会跟黎智英嘅指示做。控方展示同年6月4日黎智英向杨清奇传信息，要求揾有关六四事件嘅新闻，以供喺 Twitter 上载。杨清奇话自己将相关新闻转发俾负责管理黎智英 Twitter 账户嘅人，报道之后喺账户发布。而他在黎智英被捕之后已经没有继续为他公告。杨清奇亦确认曾经在同年6月中和黎智英讲，已经找内地文运人士高瑜和一些内地的资深传媒人为英文版写即时评论。黎智英回应说要找多些写内幕消息的人，之后黎智英又问他可不可以找人分析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拳斗方面的内情。控方又问日报论坛版的原定方针是什么，杨清奇话会以黎智英专栏嘅观点作为写稿同简稿嘅指引。佢话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黎智英成日喺佢嘅专栏入面呼吁市民上街，所以佢写同简文嘅时候会以鼓励市民示威做主题。控方之后展示前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喺2021年4月向杨清奇传信息，问杨清奇日报社评入面有冇写被指构成颠覆国家政权嘅内容。杨清奇答国安法生效之前可能有。杨清奇解释话，因为张剑雄担心社评触犯国安法，但系佢话有啲用词被曲解，例如结束一党专政口号已经嗌咗几十年，但系俾人演绎成推翻国家执政党，佢觉得难以解释清楚，所以先咁样答。杨清奇引述张剑雄话，国安法前写呢啲内容唔犯法，自己都系咁样理解，因为国安法冇追诉力。Now TV 记者梁批报道。今日是24節氣中的驚蛰，有市民到銅鑼灣鵝頸橋底打小人和祈福。檔主話社會復常之後生意好轉，亦都冇人嚟打官員。由董玲莉報導。用鞋一下一下咁打落小人子，拍打聲此起彼落。唔少人趁住驚蛰，按傳統到銅鑼灣鵝頸橋底。排隊等打小人同祈福，唔收啲打，打咗三個，爭我錢唔還啊，有錢都唔還啊，抵唔抵打？聽講話早啲嚟咧，咁啊特別靈強啲噶嘛，咁啊我話今日嚟排第一個，咁啊應該好靈強噶啦。咁你之前嚟打小人覺得有冇用啊？都有嘅，最緊要自己即係
个心理安慰咯。打走身边所有嘅小人啦，我年年嚟打噶，都打咗十几年噶啦。今年好似少咗啲人流，冇往年好似咁多咁，因为旧年就排得好多人，今年开放翻开咗关，啲人冇咁多人喺香港，可能出咗去玩啊，所以少咗人咯。少咗香港人，但就多咗外国人停低拍片。有游客话第一次见到呢啲仪式，觉得新奇。We are making some video, okay, and it's nice, it's nice, okay. Do you want to try to sit down and? No, I don't want to make it. I just to see the people, no, but with some space, no, a distance. 嚟到鵝頸橋，除咗打小印之外，仲可以燒呢款紙製品，祈求新一年富貴平安，長命百歲。檔主都打到冇停手。开档多年的云姑就说，经济前后是全年最旺的时段，明显感受到生意比疫情好。日常那天没有的，没有生意的，现在就租紧的，有那生有那些回籍那些人啊，回国那些人过来啦。只要打四方小人，工作小人啊，有什么不顺啊，或者身体不好啊，这样打小人啦。有没有人是来打政府工人？没有，好少。他又说这么多年来都维持每次收费50元，以免加价之后客人手紧不帮衬。 Now TV 记者董玲妮报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雨，初时有雾，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稍后气温逐渐下降，去到夜晚大约1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明日渐转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四朝早气温降至16度左右，随后几日仍然清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4%。新闻报道完，再会。